我是 KJ 杨杨凯杰 ，KURA 的 CEO founder。我用一分钟来介绍我们的公司。我之前在 KURA 工作十多年，历经了研发、商业发展，还有参与一些小公司的投资案，让我看到小公司在创新里面不可或缺的地位。因此，我选择要创业，然后加入这个行列。我因为个人的人生经历，在医院待过一段时间，然后让我看到医疗有很多进步的空间，特别是人工智慧可以大幅的增加医疗的效率，还有让病人的治疗结果可以更好。因此，我选择了这个产业。孙先生他对愿景的坚持、执行力都是相当佩服，尽管有很多困难，但是他还是依然继续做下去，这是我很佩服他的地方。富士胶片是个底片的时代的王，那但是他在数位相机的转型时间，他做出非常果断的决定，非常强大的说服力，然后真的付诸实行。因此，我从他身上看到数位典范的一个典范。